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的调查显示，多伦多为世界最适合居住城市第四名。然而市民有没有同感，抑或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为破解这些疑点，民生促进会特于9月13号星期六和葡萄园社区中心合办名为幸福生活游水仓事选前夕反思的公开论坛。今次公开论坛的内容丰富，前半部为专题讨论，由三位知名人士进行演讲。后半部的公开讨论环节，所有参加者均可抒发个人见解参与讨论。上述市选前夕的公开论坛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费用全免。有关详情可浏览详尽新闻。